好，这时钟不对啊，这个比赛还没开始呢，怎么来了个乌龙啊？好，时钟已经先走了7秒钟，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。斯塔诺呢，还是对这样的一个11人首发阵容啊，更信任一些。布鲁诺，哎呦，有一个脱手，有一个脱手，失误。嗯，这个球你说布鲁诺打好像难度应该扑救难度应该不是太大。赵成跟队友的配合，好球。这个球想掉一下，球速不快。卡努特上半赛季也是打的后半段，出场了10次，进了一个球没助攻。你看这跟布鲁诺哈差距比较大。其实好球，打磨力量很足。正说着布鲁诺，说谁念叨我呢？再看这脚射门，解围不远，赶上，挑，打。女孩子也漂亮啊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青岛女孩那家伙太漂亮了，是吧？格隆，哎，外围打一脚，哎，在格隆身边呢。嗯，你等着，他那打门那下你们也知道是吧？哎呀，这郑龙，郑龙，郑龙拍虎，哎呀！你卡努特这踢球这小节奏啊，来了，哎，终于来了，格隆，打门。好球，邹正带球挺进，布鲁诺前插，分左边呢。哎呦呀，过去了，打门，有了，有了，哎呦，36分钟的邹正，漂亮，哇，非常有自信的。这记射门真是推土机式的射门。嗯，朗征跟周挺一并。这朗征啊，我说句实在话，嗯，我要是教练，我真的不敢用他。你永远你不应该把屁股对着对方，就在舞台上你把屁股也不能永远不能把屁股对给观众。是，好球，好球！哎呀，没有进呐！这球基本上要进了的话，嗯，这青岛就，你看就这仨人反击，哎呀，真悬！这个球真悬呀！哎，左脚打了一脚，哎，卡努特扣波。走，你看，打门！哎呦，卡努特也来了个高射包，这脚直接啊奔广州找郜林去。嗯，是，那格隆这回有右边了啊，有点机会啊，转身打门，嗯，又打高了，推远射，哎呦，没赶上，再打一脚，漂亮！哎呀，球进了，哎，无声手下52分钟，哎，这个就是长时间啊围攻。嗯，你看啊，张，按说这是应该上来啊，一脚打没有，哎，愣神了，有没有谁碰一下，容易犯？哎，有了，有，好球啊！再打，这头罗有了，哎呦，好球，刘振林，这一段有点乱啊，有点乱。中能感觉有点小拖，哎，有机会喽，挑门前，哎，愣是没顶进啊！哎，这谁呀？这回防的是郭亮吗？立马跳的还真高，但后卫的位置很好，真是郭亮，哎，真是赞一个，赞一个，赞一个！这郭亮的，哎呦，撞，哎呀，撞住，我后背都疼！哎呀，天，哎呀！我最早啊没看他的名字，我光听解说说，嗯，我说李提枪，不是李提枪。啊！我怎么提着王八盒子上场来啦？好的，刘振礼将球压在身下，王浩兜弧线，哎呦，又是差一点啊！右脚传中，哎呦，郑龙加炮打，好球！哎呦，守的也漂亮。嗯，加郑这杨志可能就等了半天等这机会呢哈，带点外脚背。嗯，比赛结束了。哎，时针录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